晚上8:30停止排队轮候安排，游客如计划乘坐。婚禮啦，好快就舉行噶啦！咁多位，無論係陰間還是陽間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日情情月圆之夜，其阴年阴月阴日，亦都就快到，有你哋同我一齐见证，的确系可喜可贺啊！阴间嘅朋友就相当精神啦，不过阳间嘅朋友就好似唔系好够精神喎。唔紧要，我同你哋玩一玩个游戏，热一热身啊！最近有出好火红嘅剧集《咸鱼游戏》，里面有个游戏我就想同大家玩一玩啦。一二三木头人，我就同大家讲解一下，当我背向你哋嘅时候，我会数一二三举手人。唔该，你哋俾啲尖叫声同埋掌声我听下。唔错唔错，但系当我望翻住你哋，冇错，就要咁样粒声唔出。得唔得啊？有冇唔明唔明嘅举下手啊！好就好啦，系相当好啊！咁不如我就向呢边试下啦。好啦，又话明嘅，唉，算啦算啦，迟啲先俾机会你哋。不如我试下呢边先啦，准备好未啊？嚟咯，一二三，试身啦！啊，好似几好喎、啊！试翻嗰边先，俾多次机会你哋。系啦，准备好未啊？准备好嚟咯！一二三，好想入到我哋施新娘嘅风采啊！我哋嘅施新娘，佢的确系人见人爱，身前仲有天下第一大美人嘅称誉啊！好啦，唔讲咁多啦。如果系嘅，我哋就睇睇呢位被选中嘅施新娘究竟系点样样嘅。摆阵，指扎扎，冇晒。人见人爱，车见车在，棺材见到就打开盖。是新娘，叫新娘。棺材里面冇嘢嘅。你哋点做嘢噶？啊！大件事啊！本来唔打时间，就耽误时辰啦。我想到你哋立刻同我去找四五六出嚟，我要三个四五六，嗰个系咪四五六啊？嗰个又依样啦，呢个上啦，几多个？好，三个我哋睇啦，我哋试一试啦，过埋嚟咯，四个一齐啦，好唔好啊？俾啲掌声佢哋先吓，啊，四五六系点样玩嘅呢？好，轻轻同大家讲解一下，四又系咩呢？而家你哋就要同我讲一个四字嘅成语去形容下自己嘅心情啊！即刻谂啊！小朋友你先啊！四色成语点讲啊？四面白啱啊！四面白啊！开开心心啊！俾啲掌声佢啦！咦，睇嚟你谂好啦喎，到你啦！哭笑不得啊！点解会哭嘅咧？好唔开心咩？突然间，好啦，到你啦。系啊，高高兴兴啊！做咩讲嚟讲去都好似一样嘅？哇！新郎官一定好中意顶啊 ！OK OK， 事不宜迟，六就出嚟啦喎。六，呢个新郎官。好啦好啦，六又系咩咧？系咪六个动作？系就跟住一齐做啦。
一，举高手，二，完成，三，垂低手，四咧，四，五啊 ，OK， 跳跳，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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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睇啊，俾啲掌声啊！好啦，呢个时候，应该都系投票环节啦，大家觉得？都想參加呢個拜堂儀式，其實都係跟喺隊尾，跟喺隊尾，時間都差唔多，一支唱射針，出發。拎起手機，拎起手機，拎起手機，拎起手機先，開個閃光燈啊！閃光燈啊！閃光燈，閃光燈，誒，你哋啲閃光燈咧？啊，唔錯唔錯，有閃光燈嘅幫我揮動下得唔得咧？哇，好似幾靚喎！唉，太靚啦，好靚啊！咁呢個時候，我哋不如做個簡單移動，二一，起啦！好，俾啲掌声佢哋，真靓，只可以赤一赤嚟啊！啊，嗰边好多朋友，相信都未睇过新郎哥有几英俊潇洒，不如同新娘子去兜一个圈，接受大家嘅祝福啊，好唔好啊？大家可以继续挥动你哋嘅闪光灯啊！相當之靚啊！主人好靚仔啊！大家有所不知，有幸嚟個見證啊！靚靚啊！實在令我太感動啦！大家覺得我哋嘅新娘子係咪好美麗動人？係就俾啲掌聲啦！啊，唔錯。咁新郎哥係咪好英俊瀟灑、氣宇軒昂啊？佢哋兩個係咪相當合襯咧？係啊！呢個時候新娘子有咩？陳芬。陈忽在手，你要记，橙味灯光，宝面鼻，红灯笼指引，在沙音书前，鬼差取上面，一拜天地，二拜亲朋戚友，夫妻对拜。俾啲掌声一对新人啦、啊！第一对系上外，最紧要系乜嘢啊？连生贵子啊嘛！俗语有云：田要亲山，子要亲山。大家俾多啲掌声佢哋啊！唔错唔错啊！好眼啦，来啊！咁多位，掌声就唔好俾佢停，招呼唔到。酒水嗰边，各位，地府见啊！各位见啊！Thank you.
咁啊，但係仲係咧，因為考到咁樣咁，好犀利㗎。